还有使用权，哥，咱是店铺，你使用使用权，这墙你可没租下来，墙可是国家的了。那个了，咱说墙是国家的，对，肯定是国家的了。你没把这墙，墙怎么租啊？你说这玩意儿，咱别说那个了，咱就说也过了年了，然后咱影响市容也属于，你说那都起来也破啊，这个对联影响市容了是吗？对，也影响市容，这也不是你的公有财产，个人财产，对啊，怎么不是个人财产呢？你也没有使用权，对吧？大家都没使用权，这是国家的，这是个啊，对啊，什么？乱贴乱画属于，这属于乱贴乱画吗？也不属于乱贴乱画，但是国家的墙你不能这这是我租的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愿意怎么弄啊？行，可以可以，咱不是现在咱是说的是、啊、过了年了，整个东西已经就是我没拍脸、哦、你说一下，就是已经过了年了，过了年以后吧、啊、咱整个东西已经过了，就是那个吧，就是相当于有几斤，我是不是是我的事情？这是我的私有财产，私有财产，咱可以把墙上的石墙起码接下来吧。您方便说一下，公告我姓名，我好投诉你们。这个你要是觉得那个不麻烦，那咱就对着杠。反正这是我私有财产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没必要是吗？杠不杠的、嗯，就是我没必要。你不嫌麻烦，那我就找你麻烦。怎么找麻烦呢？你啊，你不怕麻烦，我找你麻烦。反正你敢撕试试。这墙上必须得什么？你撕一下，现在你撕。不是，我看着你撕。我们不是说过来找你事儿的，我们就是给你下个通知。啊，然后这个东西吧，是你没错，也这个对联也是你买的。你这个通知有法律依据吗？给我拿出文来，给我拿白纸黑字盖章的文来。这个墙是你能证明是你的吗？租出来了，那个你把那个合同拿出来吧。啊，你把合同拿出来吧。你把你的文拿出来，怎么影响市容了？这个怎么影响市容了？是你家的吗？啊，是我家的。哎，墙是你家的？哎，对，是就是我家的。不用讲这个，不用讲这个，不用讲这个，不用讲这个。嗯、啊，你拿出文来，怎么影响市容了？就是哪条法律规定必须把对联或者哎，你怎么不说这个影响市容了呢？是人家国家的，啊，人民养犬从我做起，啊，是人家国家的。这个我这个对联怎么就影响市容了？你告诉我。不，你不用着急，啊，我们这下过来下个通知。